所以如果真正来说，开店是一年八个月，然后 before that 我们是在另外一个地方，所以真正来说，整个过程到今天是九年。最初其实一开始是自己想去做，那个时候我可以讲说似乎应该是没有半家，我们是第一家去做这个原住民产品。然后甚至我敢讲，我是一名独中生，我没有半个原住民朋友。后来我们就出来社会，有参加一些社团，社团就有招待国外的朋友嘛，然后国外朋友就会来到我们沙拉越食物，然后一般上我们一定带他们去吃东边啊、干波啊，或者是福州人的食物啊。有一次是一个没有错的话是一个新加坡人，他就问，哎，我想吃你们这边本土的食物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明明就带你们吃本地食物啊，为什么你会这样这种感觉呢？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可能你想吃马来人的食物吧，然后我就带他们去吃那些人嘛、罗蒂丹奈啊，他们说不是，不是这个，这个新加坡也有，但我想吃这边本土的，比如说，因为他们只懂奥拉阿斯利，然后我说我们这边没有奥拉阿斯利啊，说那这边有没有原住民呢？我说有啊，很多原住民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，哎，对哈、哦，为什么我们在这边长大，反而没有去接触他们的食物，我们听起来很熟悉，可是又非常陌生，是不是？那个时候有一种概念说啊，可能。希望有一天会有人去做这个东西，然后而不是我，因为我本身是设计师嘛，也是摄影师，所以我没有想多，没有想说会有一天会去做。其实我最主要你会发现我的东西其实是蛮 complete 的，就是部落里面的家乡小吃，我们也没有说去给他 create 新的东西出来，把原本的东西呈现出来。可能有些人会说，比如说我的朋友是搞饮食业的，他们会讲，哎，你这些东西如果不会卖的话，如果你想赚钱不会卖你就放下来，会卖的东西加进去哈、哦。可是对我来讲，那如果不会卖的东西我不要去卖，那我就不愿开店嘛，本来就没有这种店啊。当然我们这边除了传统必要吃的食物，就是竹筒类，还有乌麦，当然如果是比较娱乐性的话，就比较引起共鸣的就是那个沙锅虫。其实最困难的时候是一开始，当你跟你的朋友或者家人，尤其是家人啊，你跟他讲，哎，我要开这个原住民餐厅，我爸爸就问我妈妈，我的儿子是不是中邪？包括我的身边朋友都觉得，哇，你一个好好的华人，不要去搞中餐啊，开个咖啡店也好啊，去搞一个原住民餐干什么？然后我就问他们。人家开日本餐的也不是日本人啦、啊、开西餐的也不是洋人啦、啊、这个死板的印象应该不要再发生了。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遇到也是厨师的问题，因为厨娘他们没有商业经验，没有开餐馆的经验，他们就在家煮的经验哦。所以如果你看一般上你做餐厅来说，很多厨师都是男生，因为你那个鼎啊火候啊是很大的，然后很笨重，所以你必须要有男生来胜任。然后一般族里面或者原住民族里面，你会发现他们男人一般上是烧烤、哦、他们没有去煮。所以煮的话我们面对一个原住民一个厨师的一个困境，所以华人也很难请。我请到一个有经验的中餐师傅进来，他听到原住民餐他先跑，我说我没有煮过，我学了这么有经验的中餐来这边我要从头开始，那我还是跑了。所以我们遇到的困难在这边，所以他们来这边如果幸运的请到，现在有我们有两个华人厨师，所以我就告诉他们，你们应该要放些什么材料，什么是野菜啊、野香料啊，我告诉他们怎么煮，啊，他们就会去煮它，啊，还有我们那个一般厨娘也会从旁协助。